树影像翅膀，慢慢地爬上屋檐，夕阳染红天色和你的脸。人之前只和将现实飞远，晴朗的天气和季节。我想你要去追赶你不离不梦，让心灵的漩涡里心动呀，犹豫地探出手，朦胧不知暧昧的情绪。我也想打。哎呀，刘文不要打了。啊？什么？好吧。对对对，你在这打，他能看到你换。哎，我怎么打？明明看得起他。我拿哪个手？我黄回来，我要。那就无缘无故打了我两次。杀了几个？杀了几颗？一颗。看到了。干嘛呀你？我三个。嗯？你？他们。太明显了吗？你，我看到走。我打你了，我打他了，没打你，但是确实他没打你。我打他了，真不是我，确实是马哥打的。真的这么搞笑，我的手一直放这。树影像织毛，修炼爱情的心声。我手机现在一直放在这里啊，我都没动啊。好黑哦，完了，像是那个事件的人。应该不像吧，应该不像吧，我也觉得不像。你为什么打字？我一上班就要说一句话，那我也能说。杠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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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我没送你。还开你？杠杠杠！棒棒棒棒棒棒！强啊！我乘着美丽月光，弹奏一首对我的思量。我怎么？你这样。又是我了。哎，我们来玩那个，认真的不玩那个就很好玩的，就七个人，这一个人追，看他猜准哪一个，猜对了再换一个。好，啥意思？就是一个人在后面打他，就是这样。是，比如说马哥，啊，就是如果不是马哥的话就继续。对，你来说讲，马哥当第一个。马哥，那你当第一个，第一个吧。他这位置多好，这位置太好了，顺着来吧，顺着来吧。坐中间，坐中间，不能打头啊！不能打头，不能打头，只能打一下。怎么有这么明显的？开开镜头，开开镜头，开镜头，来来来来，开镜头，哎对了，开唱歌了。我终生你的爱，哈哈哈就他一个人点分去了。马哥，啊！打两下，我打两下行吗？三哥，来一遍吧，你这太明显了，走过去吧。等一下，我在转了，三哥了，我在来吧，来吧，我还在笑呢，好多手啊！另外一遍，另外一遍，另外一遍。哎，
哎，干嘛？大家都在看，看那照片。不能偷看啊，英哥。看到了，不是我，我感觉是力度，像那种力度。他那种寸劲儿，有寸劲儿，还没打呢。一个的劲儿打了，感觉。拿起，不是。给您，这里怎么都还在打呀？贺峻霖啊，那边打的。你没打啥呀？拿起，绝对是拿下钱。等去吧。这个吗？是他，是我。是的，对对对，打哪里啊？我传哪里？他在哪里走？往这边走。我们把手抬起来。bug， 也可以。走过去吧。刚刚转过去的。转过去一点。英哥。梁文。那也没了一次机会。我还没转过来呢。梁文。转过去了，丁哥，闭眼，绝对是丁哥，闭眼，是，你就没骗我，没骗，马哥，不是闭眼，这都屡试不爽。我也，丁哥，不笑，我不打你，不笑，所有人都不要笑，大哥也不要自己发挥哦，大家稍微冷静。好，丁哥。一个，拿起，这样推出来玩。哎呦，这个光好可怕呀！在前面来，前面来，我在你上面。那这样才好玩，这才好玩，这种玩法。马哥，不是，咱没有，把眼睛闭上了。人家说三三二一，马哥，我们要数三二一，对，三二一。马哥，不是吗？马哥，不是，真不是他，手就长这样。大轩，不是，三二一，英哥，不是，我打你干嘛呀？你们两只手啊？出去来，三二一，两个人，哎呀，好烦呀，二。哎呀，放心。还没打你转身了。站太远了，进来，过来点，张哥，不是。张哥，不是。你们两个下呀。走了，两上三零三二一。张哥，是我。
马上。对。二。还没打完呢。你别光看了。他猜对了。再来一次。蒙神。一个选两下。这个算是。算第一下吗？你觉得中的哪一下？21吧。谁？马克林根。拉他们猜。哎呦，还真猜中了。疯了吧你？对的对。打三下。再第一下。不是不是。我都没救一下手。金哥不是。没有他吗？不是吧。有两下有没有他？有是有第二下。有但是对两下没。只打一下吧。只打一下。不是对。哇塞。商量好了再打吧。刘文。不是不是打都感受不到哎不是起码猜一个幺儿不是现在没有一个打下去了只打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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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打了打了没感觉到是吧怎么打再近点站一下对按下哥来太好玩了那你就觉得什么吗没什么呢谁说嘛好难回站几排啊哇你坐下来，我好好拍，快快快，快来！你要放中间，它就不快了。你用那边觉得慢，你这样拍。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你什么办法？很妖娆啊，你这个姿势。你又趁人不备。你吃饭了吗？又趁人不备了，师傅。就咱就是说做这个旅游，啊，吃饭了吗？你上次有勇气的呀那些人说说那人刚刚唱歌死了他唱人有劲的黑暗
哎呀，我怕你来吧，他输了还没面子呀。来，直出来，来呀、啊，吃饭了吗？你什么还加饺子进去？我脚就挠我手上，但我也可以加饺子。劲啊！你能不能使劲？我没有力，没力的，但是你得不痛我。翻身球，翻身球，让我踢你。这张好了，到哪儿去了？你也在动啊？我都在原地没动。哎、你看他这差，往下放了。你看，直接平移50厘米。看2022年香哥有没有进步啊？点亮，3、2、1，不要挪啊！你自己都在挪地方，你告诉我不要挪。你把我往那边压了。3、2、1，呀！我都感觉你在往，你可以往我这边挪，但是他这有进步。你不要往这边挪了，你都往，不要使劲儿。3、2、1。现在用腕掰不出来。啊！好，再出进去。累了。他力气确实比以前大，用不了，他腕用的肯定会往下走的呀。你这样就好一点，你试一下。怎样？你要走这么长？啊，不行，我被你抢了。要是我是这样的话，你就使不上力了。3、2、1。他确实有进步。啊，过来点，我这。3、2、1。啊，不行了，没力了，已经。以前战略员打球，他做那个拜佛，把我笑死了。他之前不知道。张哥拜个佛吧。不是他这样的，拜佛。太好笑了。他在干嘛？不知道，他还跪下有一次。我都不敢防了，他打球太虔诚了，不敢抢，太虔诚了，太虔诚了。Tell me where do we begin? 'Cause we've only got a matter of time. For what it's worth, if we're all walking off the earth before we jet, I'm gonna make you mine. I'll be the one holding on until we're done, girl. And when it's the rapture, I'll be your ever after. And if the stars fell down, you wouldn't miss them. I can move and paint a picture like I'm Vincent. If the ground caved in, there's no denying we'll be fine around the world.Tipping it slow, but tomorrow isn't promised. That's the difference, you know. So if the Earth got to rocking and the planet was doomed, would you ride upon my rocket and get off on the moon? What? And if the world ends by a meteor, right? Damn. You can bring a girlfriend, then we'll make it all night. Tell her it's all right. Let's get into some trouble, yeah. Grab a double double, I'ma keep you up all and night. And if the stars fell down, you wouldn't miss them. I can move from paint a picture like I'm Vincent. If the ground caved in, there's no denying we'll be fine around the world tonight.Oh, oh, oh.
真的不想再听到这首歌。千万真的就是幻想出来我在跳绳的画面。我只知道舞蹈师怎么跟我说的。就是星期五练习生的时候都是吗？我记得号二一个对，一个小丑。我一节课都没上过，跟他们一节课都没合。我的快乐园，我们一起疯死了。我扒了，就是彩排的时候练的。真的好厉害！前面我一个人学，后面是听见的。哎，你还记得吗？我还记得你们。哎，我忘了后台拍那个照了，也是。我忘了后台拍那个照，不是做那个。感觉自己很帅的呀！我不想说话，黑历史，能不能全网删除小丑这个舞台啊？这个舞台真的有点炸裂，直接封闭。哎，那个也是，马哥唱那首是，好多首歌都那个开始出来。五 J， 但是我太年轻了，完美的五 J， 我希望大家可以满足。马哥唱那个，没有，开始枪毙我。反复鞭尸，你那个嘴还要撅一下，你这样的往这边。我当时不迷人吗？迷人。Oh my god！ 当时你的表情管理在我看来就是神奇，羡慕吗？太羡慕了，现在看都想去。当时我觉得跳的最爽的就是魔法城堡。还跳了魔法城堡啊？刚刚那个广告，主要我还有那个什么？我是这个真是老鼠。老虎加下身吗？没事弟弟，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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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狂野之城，没事弟弟，狂野之城。对呀，没事。那真是弟弟，你说的黑弟弟。我确实在是，但是没有视频啊，没有视频，没有证据，没有啊，属于是编造，没有证据，没有编造。那下面那么多人，你发是什么？哦，对。纪录片发了啊！纪录片没发。什么 yes？ 什么龙？亚洲刘烨，好帅耶！我跟你说真的，他在台上什么突然忘动作了，然后下来。老鼠，下下。哎，不是，这个当时在那跳的我的音。那个粤语歌呢？跳挺好的。乖乖。绝对完美的。哎，这首歌真的是那个。其实杀手还。谁靠在我的身上？小怪物。是谁意味着我？如果是专业的话，然后这个。二十秒。然后小刘小张，我们还需要，就相当于我们还需要一点经验，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就认识到满级了，亲密度吧。最后我们是在哪个场，晋级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外卖好朋友了，是吧？好朋友 Max， 我一起叉叉馒头。哈哈哈哈哈哈我是想说你说风吹落吹落一片叶只有心Kiss you goodbye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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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